知嘅先生知道今日最成功敬祝耶稣降生嘅母亲，因父我哋嘅天父阿爸嘅圣子耶稣嚟到我哋心中，教我哋识得爱我哋嘅父天主，即系爱我哋嘅兄弟姊妹。所以耶稣嘅来临系话俾我哋知道，我哋系一家人。圣诞节系团聚嘅日子，记得父对我哋嘅爱，记得我哋互相之间好似主耶稣一样服务他人，牺牲自己。所以我哋喺弥撒之中为大家祈祷，特别为我哋每日嘅家庭祈祷，使到我哋能够充满上主嘅爱，识得爱我哋嘅父母，识得爱我哋自己，识得爱我哋嘅兄弟姊妹。我哋为呢个意思祈求上主，使到我哋能够喺日常生活里面散发一个爱嘅气息。现在就让我哋怀着呢种爱嘅精神，参加今日嘅弥撒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，我求为圣婴，我在试验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，恳请终生同圣圣母玛利亚、天使、圣人和你们各位老师同学，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完全能的天主，垂怜我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爸。上帝在你中间，你再不会遇到灾难。
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日起身，急速往山区去，到了犹大的一座城，得尽了撒加利亚的家，就给伊撒伯尔呈案。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呈案，他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扬。伊撒伯尔遂充满了圣神，大声呼喊说：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，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。我主的母亲加勒我这女，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？看，你请安的声音一人可以，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涌着。那信了又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，是有福的。这是上主的话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教会一个最崇高的礼仪就是地神，地神是教会按照耶稣给我们的吩咐，以教会的名字一起将耶稣献给上主，对我们的需要给予认领，给我们恩宠，亦都教我们去多谢上主，称颂祂，赞美祂。因此，这个礼神是我们团结一起用耶稣我们的团结的中心，听祂的意思，将我们的一切告诉圣父知道，使到圣父的恩宠透过耶稣对我们的救赎，我们能够充满喜乐，我们能够相体察个人和别人的关系。神父充满令人来的胸怀，时时热爱人民，引导万民归向天父，为此我们同心祈祷。教人教事业崇高伟大，因
光照耀他们，使他们能够领悟你是降生成人的天主，愿意跟随你，归向天父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。
教师各位同学，请你哋祈祷，望全能嘅天主圣父，收纳我哋奉献嘅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明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应许。先知们所预言的基督，童贞圣母以无比的慈爱抚育了他，约翰报告了他的来临，并指出他已在人间。基督使我们准备庆祝他诞生的奥迹，正是要我们清醒祈祷，欢欣赞颂，以期待他的再度来临。因此，我们随同天使、总领天使以及天上诸圣。多做你的光明，不曾被恢复。多此第二版。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，藉着基督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Thank you.
将平安留给你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。求你低了我们的罪过，但凭你教我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施教给我的童年，你是天主永生永远。阿爸，愿主的平安赏与你同在。Saturday.